闪亮的时刻，古屋。小孩们夜探古屋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？ A， 他们遇见了一个老人，原来他是 B， 他们发现里面竟然藏着一个大宝箱。选择剧情 A 或 B， 编出你的创意故事，然后录制视频，说出口号，你的视频和故事就有机会在 Astro 小太阳播出了，还会获得徐有斌亲笔签名小说，一起让想象力起飞吧！